套公式把女学生欲求不满传弄两招。老师何辉在追女学生的手法就跟补习班上课一样，都是用同一套的公式，对象都是找满18岁的大学生，都会透过脸书和 LINE 和女学生闲扯。哪里玩，然后我在吃什么，好希望你能在我身边。梦幻的童话般的爱情，从课堂上可能可以一直讲，重复一样的课，每天的，原来跟女人也是用同样的戏码，同样的剧情。反正他会讲一样的话，例如说你是我生命中的浮木，就是一样想去哪里，甚至连笑话都一样。他是可能就是乱枪打鸟吧，那如果中了就跟他在一起一阵子，而且谈论的话题就直接讨论到性的话题。他说他们是痛苦成婚，然后感情不好，然后就是很久没有做恋情，所以他就觉得非常欲求不满。甚至对女学生传自拍的露鸟照求爱，就说他有需求啊，然后就拍拍了一片之类的。然后他说他也被他骚扰过，那他很恶心。那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真是蠢逼，他跟那么多人说一样的话，然后别人没上钩，我还上钩，就证明他是也除了有家庭之外，倒霉也轮上了一个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